Ma posso fare?小子，你这啥意思？老哥，你说过咱们各自找各自的金矿脉，你在那边找，我就在这边找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啊！看来你是要诚心跟我对着干，是吧？对着干这仨字儿多难听啊！有句俗话说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，咱们门对门的干活多好啊！万一出点啥事儿，咱们相互还有个照应啊！那你既然这么说了，你说我要是不同意，好像我这个人多小气似的。那这样吧，这两边的矿脉你先挑。等等，厨子，你是哪门想挑？那我就要这边了，不变了，不变了，真不变了，真不变了。那我只能选这边了呗。对啊。好。哎，别急，阿给变主意吧。阿挑哪边？什么话呢？别说，就挑矮子，就要那边。你，瞅子，你啥意思啊？快说呀！那就听你姑爷的吧。就挑矮子。我跟你说，瞅子，我以前就教导过你，这金矿脉啊，就像倭瓜秧子上的倭瓜。这倭瓜秧子爬多远，爬到哪儿才能接一个倭瓜？别说你我，连老天爷都说不清楚。这我知道。所以，瞅着我提醒你，你考虑好了到底要哪边，你别换来换去的，像拉抽屉一样。考虑好了，就要这边。想好了，想好了。要不要再想想？嗨，不用了。瞅着。刚才你不是说了吗？咱们要相互照应，那咱说好了，要打眼儿咱一起打，要放炮一起放，免得相互干扰。你看怎么样？好，那就看咱们谁先放槽见矿。那我就提前恭喜你了，恭喜恭喜！咱们什么时候干？我听老哥的。今天都回家准备准备，明天早上7点在这准时见面。好，明天早晨咱们不见不散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反正我觉得这事我想不通，放到准备跟他们换什么准备，咱就够了。不是，那早就行。爸，你让他们跟咱对着干，这不没事找事吗？两条路上跑火车，越跑越远，这样他就不会跑到咱们前面截图打绕了吗？截图打绕的规矩不就一次吗？那沾火的规矩不也一次吗？那他们还少沾了吗？还有啊，你把他们放在咱们眼皮底下。咱们可以随时随地的监视他们的动向呢。那你让他先挑边干啥呀？不让他先挑，能行吗？把他嘴堵上，他就不能找后站了。哎，爸，你看刚才赵鹏那一出，不见了，不散的。不对，今天老董些怎么这么好说话？他是让我逼得没辙了。哎，叔叔，他不会是憋着啥臭屁吧？甭管他憋啥屁，
这回得让他放出来。啊，哎，对，叫他放出来。哎，姑姑，那个叔叔说他在老地方等你。他说什么了？如果你不去，他就一直等。那就一直让他等着呗。姑姑，你去吗？去吗？他是不是给你啥好处了？没有。那你吃这糖是谁给你的？魏叔叔给的。别走，别走，是我的金疙瘩。别走，什么金疙瘩？有两块。是哪儿？大力，嗯，快点吃，咱们这回不能输给大杨伟吗？嗯。柔子，嗯，我听你晚上咯吱磨牙，你肚里有虫了，回头跟大爷说，赶紧买点塔糖打打虫啊。哎，这我知道，吃塔糖啊得空腹，是吗？啊，难怪我夜里老肚子。哎，这就是叫虫子给闹的。走吧，嗯，走。
山河，哎，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爱说梦话呀？没听见啊？怎么你爱说梦话呀？我媳妇儿总说我睡觉的时候爱说梦话。哎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呗。你画什么呀？让我干什么呀？哟，还照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老丈人怕你，我可不怕你。是不是疯了你啊？啊！你别干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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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说了啊！走，干活去了。走，来，好，干了，干了。走，干活。走。大力，多吃点肉啊！不吃肉啊，肉不好吃。下回叫凤琴啊，那个肉别太肥了，太腻了，你吃的都。嗯，大妈烙的饼真香。嗯香吗？香，好吃。你看主食肉，嗯，嗯，这客人就没菜，就这么吃。闭嘴。嗯。兄弟，香吗？香，香，好吃。嗯。嗯，哎，有大肥肉是吗？大叔，你过来看放好了没？放了吗？放了，放了，就是小一点啊。把他们都叫过来吧。哎，啊，哎，去招呼他们去。哦，带着工具过来啊。啊。哥。啊。不错，又蹦槽见阔了。放什么槽？一个小槽，也就是装个两三袋子。你那边怎么样？别提了，心心肚子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这第一网打不上鱼来，第二网打不上鱼来，没准啊，第三网就能打上一条大鱼来。老哥呀，你可真是个福星。怎么挖哪哪见阔，挖哪哪见阔？运气好呗。
你是不是找我有事儿啊？您姑爷子跟我说，让我跟您说，他要想跟您换场子。他人呢？他不好意思吗？这不让我来说了。不行，哎，老哥，老哥，其实本来我挑的就是那边，可后来他，后来看见我们这儿放槽建库了，你们就想把这场子换回来是吧？这事儿怕掉个理怕翻，要是换成你们，你们能同意换吗？老哥呀，您就在大度一回不行吗？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这点面子你还是应该给我的吧。不是丑子，你拍拍良心，这些年我少给你面子了吗？那就再多给一次呗。丑子，我跟你说，其实你们这边的金矿脉啊，一点也不比我这边的差，只要你顺着金矿脉追下去，肯定能放槽建库，不非是早晚的事儿。这早一天晚一天可差远了。那要是换了长子，以后你们再吃亏呢？吃亏我认了，你答应了吧？不行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把我的话如实的跟我那个混蛋姑爷说，不换。哎，老哥，哎，老哥，老哥，你看，吃什么药？反正不是耗子药。我看看。说，什么药？是不是避孕药？你吃是避孕药？这些年我一直认为身体不行，神经是很不好。搞了半天，你故意吃避孕药，你故意让我短视决散啊！我这是，你想让我短视决散，你休想！对，我吃的就是避孕药，我就是想让你短视决散。你是个女人，你真够狠的！广哥他们呢？一会儿就过来了。我这儿。你这一大清早你干什么你？这什么？避孕药。谁吃的？你那宝贝闺女凤兰吃的。少他妈给我扯淡在这儿！不可能。这不可能是，他昨天晚上自己都承认了啊！看看看看，还吃饭吃药吧？怎么这是要啥要啥呀？回面子，
我真没你什么罪。我真没想到啊，你们这一家人够阴够损的了啊！别废话了，害得俺们家断子绝孙，赔钱吧。你赔什么钱呀？滚一边去！你撅屁股，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。赔钱没有？没钱是吧？没钱也行，那你答应会长的。姚红，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吧？哈，你还记得俺啥名啊？俺都快忘了。你说答不答应吧？我要是跟你换了长子，我们开了阔建了槽，你不后悔？永不后悔。不再跟我捣乱了？永不捣蛋。不再欺负凤兰了？永不欺负凤兰。换了？永不。你答应了？爸，你我还没改变主意呢，滚吧。你别反悔啊，你可答应了啊。你我跟你说啊，别反悔啊。哎，真话啊，滚！我跟你说，你可是长辈啊，长辈你忘了，不能忘恩负义，两个欠情，都谁不认，先放杀之。谢谢啊，拜了啊。小顺子，小顺子，走错了，滚！妹妹啊，啊！想不当你小子真把长子换成了，怎么还叫赔给我？行了，你就别得着便宜卖乖了。哎，大哥，前面有个大锅贴，就在那个汽锅厂里面当兵的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来，给我走。在这儿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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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哎呦哎呀！哥，好哎！大伙儿都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咱们换过来的这条掌子一点不比原来那个掌子的含金量低啊！别无精打采的啊，都打起精神来，听见没有？哎，这含金量倒是不差。谁知道追到什么时候能放槽啊？这就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气了。行，大叔，就冲您这喷嚏，您肯定有福气。嘿嘿，马屁颠，走。哎，爸，叔，你会不会感冒了？爸，要不你回去歇着吧，吃点药。大叔，你回去歇着吧，这儿还有我呢。没事儿，干点活出点汗就好了。大爷，是不是谁念叨您？傻小子，谁会念叨大爷呀？哎，那可不一定，万一是那个如花似玉的寡妇呢？傻小子，谁打我？看我干嘛？大叔打的？不是，第一下是大叔打的，第二下，第二下谁打的？是不是你？你？救命啊！大洋再怎么着，你也不应该吃那避孕药。你现在让人抓住把柄了，今后更对你横鼻子竖眼。妈，我没有。你别说，这事儿就是你的不对，
以后那药不能吃了。以后跟大洋好好过日子，妈还是那句话，将来有了孩子，兴许他就对你好了。妈，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这事儿不能全怪我呀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们两个人到医院好好检查检查。我去医院查了，大夫说，大夫怎么说？妈，呀，姐来了。风琴，妈，该给我爸他们送饭了吧？饭做好了。啊。姐，你还好吧？放心吧，姐没事儿，赶紧给爸送饭去吧。啊啊，那我走了。嗯。好的，好的，走，走，别吃了。哎，这姑娘，姑娘。向你打听个人呗。谁呀、啊、金牛驼梨树沟田宝你认识吗？认识啊，他是我本家大爷。哦，太好了。哎，有事儿吗？这东西请你一定要尽快的交到田宝家人手里。这啥呀？这是他在县医院做的诊断证明和照的片子，放在县医院好几个月了都没人去取，县医院又找到我们乡卫生院，最后我们领导让我送过来。谢谢啊。哎，不用谢，请你让田宝尽快的到县医院去复查，一天都不能再耽搁了啊。哎，他到底得啥病啊？白血病。白血病。你说你田宝大爷怎么得了白血病呢？卫生院那个人说一天都不能耽误了，得赶紧治。田大哥，田大哥，我知道你回来，我一直在等你，田大哥。你这是何苦呢？起来，咱们进屋吧。啊，不用，我躺在这儿踏实，我清楚我自己。没多长时间，可我不能这么走。我想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出来，你可以听听吗？我听，你说什么我都听，咱进屋说呗。不用了，就在这儿把话说完。这里我心静。那你说吧。那一年，日本鬼子在大托山块撤退的那天晚上，矿上200多弟兄被日本鬼子全部杀死。其中就有你二大伯和你三叔。
我知道，劫警车的信是从你手里送出去的，可情报有假，邮寄罪没能救出200多名亡国。这件事，我对你一直耿耿于怀。解放了，我没当上村支书，你偏偏被选上了村支书，我心里不服。休息了那封诬告你是叛徒特务的匿名信，没想到让你蹲了10几年大牢。原本是想出出气，可没想到把你送的这么苦。兄弟，你说我怎么能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？从此以后，我就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。有好多次我向丧组织承认我对你的陷害，可你大哥没这个勇气和胆量吗？我知道我惭愧的太晚了，所以我天天在山里挖坑修墓施家，实际是死不瞑目啊。我想在我断气之前，帮兄弟你看看帐子，做点儿力所能及的工作，我也就知足了。兄弟，这辈子我太对不起你了，太对不起你了。我们的祖先也会怪罪我的。
秦叔，快过来看，是不是又封盒了？没错，是放槽了。哎呦，又放槽！哎，哥，你小点声，你上天我能听见，这明显气着呢。哈，他就是要气了吗？哎，放过！等练出金疙瘩，再气他不晚。哎，周子章，俺这次换嗓子，换利落。所以啊，先别显摆。等天佑他们收工了，咱们再把金火煞抬出去。哎呀，周子双，你不光是聪明，还挺阴险。你这是夸我呢，是骂我？我先去叫急。哎呀，快去！那一天等于又白干了。怎么白干呢？掘进了十几米的沼子，那叫白干呢？那不知道啥时候能放槽呢。这叫网脉。只要顺着这条金矿脉追下去，肯定能放草建矿。先听爹的吧。大哥，几个，好，回去喝酒吃肉啊。好嘞，好。哎，大爷，你看那有条蛇，好像还缠着一个老鼠。那小白鼠，快，把它救出来！大力哥，用力呀！行了，走吧。大哥，你看这是通的。嗯，让咱进去看看吧。是了，别进去了，大叔还在下面等着咱们呢。没事。哎，顺子，等，把灯点上。哎，牛哥，哇，这好像又是一个非常道。哎。哎。哦。哎，牛哥，这被堵上了，这好像一个洞。这是耗子白耗子的家，不知道。咱们看看有没有其他耗子吧。哎，是的，走，回家吧，这太危险了。走。阿叔，快过来看看！怎么回事啊？叔，这天堂给咬住了。咬住了。